Hello， 大家好。前两天啊，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，是教大家怎么样制作一个简易的面罩。那么今天我就在家里来试一试。所以我一样花葫芦准备了三样工具，剪刀、头箍和一个透明文件夹。真的能用吗？好像也不行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太软了，第二个问题是不够透明，看不见。所以改进的办法有一个，就是寻找够硬够透明的文件夹来代替我现在这个文件夹。